今日比較多陽光，下晝天氣炎熱，很多地方的氣温上升到28度或者以上，而新界有些地方的氣温更加上升到超過30度。但是大家要留意了，接下來天氣會有個明顯的轉變，預料廣東內陸的冷風會在明日凌晨時分橫過沿岸地區，隨後比較涼的空氣，這些綠色的部分就會影響我們，明日開始天氣就會轉涼了。留意翻，聽日開始亦都有啲雨帶會影響廣東沿岸，去到星期六會係多雲同埋間中有雨。如果睇翻氣温嘅變化，聽日氣温逐步下降，去到星期六市區最低氣温得13度左右嘅啫，而新界仲會再凍啲，氣温可能會跌到寒冷嘅水平。聽日去到星期六，除咗有雨，仲會比較大風，係一個陰雨嘅天氣。星期六日頭冇乜陽光。整日的感覺會幾凍下的。總括來講，氣温會由今日最高大約28度跌到星期六最低得13度而已，相差成十幾度，跌幅比較大，所以大家要穿多件衣服，注意保暖了。而星期日開始會見回陽光，隨後幾日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，日夜溫差會比較大，而星期二清明節會是日間乾燥，大家記得小心生火了。